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今天出来钓鱼了，来山脚下面这里有一条小河，这里钓鱼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现在开竿了，今天钓的是两个海竿，因为这边暴雨过后可能大雨出来，钓海竿可能比较稳一点。在这里钓了，现在把这里的草有点挡住了，把它放下来一点。啊，今天钓秋鱼，因为大鱼现在这都是鲶鱼这些大鱼出来的，我们这边都钓秋鱼了。等大鱼上钩了，那现在把抄网弄起来先。有鱼上钩了。什么鱼？蛮大的。我的船往那掉了，把它拉。哎呀，这条还可以，哇，漂亮吧？这条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这么大，大概有两斤吧。我的抄网都掉了。看，我的抄网都被掉了。太大了，这条鱼。这个蚯蚓都吃掉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继续挂上去。钓了差不多两个钟，钓了一条鲤鱼，还不错哦。今天这天气有点热，因为暴雨过后。那些洞里面那些地下河的水都冒起来了，所以很多大鱼。停钓了好几个钟了，才中了两条，一条鲶鱼，一条鲤鱼，还不错。再等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鱼，因为现在还早。等了好久了没看到什么，咦？又是一条鲤鱼啊，
可以吧。大鲤鱼。钓了六七个钟了，现在没有什么口了，回去了，先把竿收了，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鱼货今天。两条鲤鱼，一条鲶鱼，蛮大的哦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